所以这次就有跟观众朋友说，那我们来玩一点不一样的，这也就有
复古电子舞曲这样的东西。就是为了要给歌迷朋友不一样的张栋梁，对张栋梁一直都非常的用心，非常的努力，甚至给我们用心努力的张栋梁一个尖叫声。谢谢。不过我看你练舞是不是也吃了不少苦头？我觉得你瘦了好多。最近有比较瘦，有你说还好吗？对不对？没有吗？怎么了？什么叫没有？没有的意思？没有啊，就是因为最近刚好也是演唱会，然后又跑步啊，运动量有变大，然后又一直练跳舞，然后再加上把吃宵夜的习惯戒掉，这样，所以想减肥的哦，宵夜就真的要戒。没有啊，我昨天只是偷吃了一点东西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段时间的这个辛苦啦，哈，包括了练舞，还有你刚刚所提到的演唱会。对。知道在上个月底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演唱会非常成功哎。谢谢，谢谢。我知道有一些台湾的朋友有去。有没有去啊？有哈。有哈。谢谢谢谢。最有趣应该都有看到张栋梁的精彩的演出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呢？是不是在马来西亚之后，我记得好像接下来像是东亚的一些的国家还有这些？礼拜一会飞印尼，然后印尼有两场，就是有两场，然后后来五月份会在新加坡，就是从东南亚开始了。那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在台湾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我想大家一定都会很期待的，希望能够早一天在台湾来办这个演唱会。我会加油。尤其现在张栋梁现在这个舞蹈功唱，这个歌唱的功力我们就不用说了，对不对？大家也是肯定的，这个舞蹈又这么厉害。